陆董，您腿脚好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怕一会儿您踩着我的裙摆把咱俩都给绊倒了。放心吧，路上的我不会让你倒下的。像他天空的眼泪也不回家，窗外的风吻向我的脸颊，温柔的问话你好吗。无论是我的过去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想跟你一起分享。冯年，你一直做的都很好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。被轻轻触碰，林睿，怎么了？离开后第几次梦，我爱你。第几次想见你，我听听心里的话，决定去哪里旅行，紧紧抱着你。冯莹，轻轻的拥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